对？冯丽霞，你休息一下。这一路呢，这个来，你先休息一下。一路走进这个唱片公司，我们孙志佑学长一路都在爽，看到冯丽霞啊，我要跟他唱了。就后来公布名单，边品线请出列。孙志佑学长要跟他合作，感觉是？觉得一刚开始在电视上看啊，觉得他就酷酷的，然后他后来就越聊越开啊，发现他私底下其实很活泼哦，对吧？边品线，你碰到学长觉得？因为学长很会表演，很会利用舞台表演，很会跳舞，表情又贱贱贼贼的。对，我觉得他很会跳舞，可是学长说他之前没有学过舞蹈。行，后来他有没有教你跳舞？跳舞没有，但是目前还没有，但是唱歌技巧。很怕我 cue 你跳舞哦。对，怕跳就要来跳一下啦。好，那个孙志佑那时候有一首英文歌是吗？Play the funky music。Play the funky music。好，孙志佑学长跳什么，你就跟他跳。来，孙志佑学长唱哦。学屁股扭屁股，加油僵尸，加油僵尸。担心边品线会骨折，你知道吗？你其实跟那个曾志豪一样，你们下半身都有点问题。他你看像这样，真帅帅帅帅，到这里一下就不属于他的了，所以他控制不了。带来什么歌曲？带来动力火车的《除了爱你还能爱谁》。掌声欢迎演唱。下段节目，徐佳莹来加持，三帅合唱功力更上一层。和声的编排的动机都非常的好，在这么多三帅唱的以来，我觉得是编排比较有层次的一首。徐佳莹与三帅将带来层次更丰富、难度更高的四人合唱，你千万别错过。冷掉的咖啡，热闹的街，烤香肠的香味，想起远方你的眼。也许流浪是我的誓言，在你心中我没有地位，拿起吉他唱不出的心碎。起吉他唱不出的心碎，你忘了你的誓言。Okay.
是有边品线的合唱，马上要有请我们的李圣杰老师。两个人就是一个不同的痛，一个是亮高的，一个是比较沙哑的，那这样的配合我觉得还不错。好，马上来看这一组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真就边品线的合唱得到的分数是17、19、19、20分。小潘老师，你给了5颗星，这是你第一次给男生这么高分。他们俩有穿裙子吗？有穿网袜吗？为什么呢，小胖老师？我觉得这个学长实在很棒哦，这真的是星光大道的骄傲。孙志勇，你唱歌声一唱出来的时候，你的那个穿透力、那个攻击性实在太强了。我可能有点私心了，因为我刚好是这首歌的制作人，然后是这样子，也分享你们一个小故事。这是张雨生，我生前唯一的一次，他生前我唯一一次跟他合作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因为这个歌已经很久了，已经是96年、97年的歌。喂，谢谢小胖老师常常回来看我们。喂，不，说真的，谢谢你们选择这首歌曲。我相信动力他们听到你们两个的表演，他们也会很替你们高兴，因为这歌真的很好听。谢谢你们，小林是啊，小林快疯了，对不对？小林怎么样？没有，明明就我们两个刚刚是很兴奋，就真的觉得，因为我觉得孙志佑真的他的那个和声功力是非常好的，而且能够上山下海，就是都可以辅助着对方，而且他很棒，他还是戏剧指导，没有他唱的时候，他还在那边很用力。嗯，对，我觉得就是身体的力量，勇敢一点啦，看看你的学长，嗯。嗯，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一刻有很重要的歌唱技巧，当然是老师在教，还有学长姐在教，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态度哈，就是六班还没有领悟到哦。哎，你们其实已经在演艺圈了，因为这个节目也是都会被报道嘛，对不对？那演艺圈是什么？就是在那3分钟我能不能拿下全场的人，不管你唱什么，唱走音都是肯定的，这样就对了。不好笑自己还是哈哈哈一直笑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艺人的态度已经慢慢要养成，不只是你说六班都要好好学。再次谢谢我们的学长啦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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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